茫茫。2011年8月4日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，王芒因参与中国短道速滑队内讧事件，撤销王芒国家队队长的职务，取消他的国家队队员资格，后面被允许复出，现在在经营一些冰刀、冰鞋等等体育器材。王治郅2002年5月13日，由于没有同达拉斯独行侠签约，王治郅希望参加夏季联赛，这也成为王治郅不归事件的前因。10月9日，篮协关于将王治郅开出出国家男篮的决定，将王治郅开出出国家男篮，后面中国男篮也不计前嫌重新让他回来。张继科2004年，张继科获得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冠军。10月，因违反队规被罚出国家队，下调至省队。这段历史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吧。张博2010年5月4日，中国篮协开出了史上最大的29人国家队集训大名单，张博是大名单中成员之一，可由于没有按照球队规定时间返回宿舍，主教练邓华的一怒之下决定开除张博。第一次进国家队的他将成为男篮自2002年来第一个被开除的球员。田亮2005年1月，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以其参加过多商业活动、违反队规、做广告代言等为由将其除名。但是田亮后面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，进军娱乐圈，现在成为了多家公司的老板，资产翻了几倍。